你知道毫不起眼的静电可以产生电流吗？你又知道静电是如何一触即燃的吗？实验现场将通过实验揭秘加油站起火的科学真相，敬请关注实验现场静电起火实验。求证，眼见为实。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实验现场，我是主持人刘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请到的是来自于天津科学技术馆的辅导员于红宇老师，欢迎于老师。哎，主持人您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现场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学技术馆的辅导员，我叫于红宇。那在这个进入到实验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呢，可能大家看到了都会非常的害怕。是什么样的新闻呢？来，通过短片大家也来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大家会看到一辆小汽车在自助加油站内呢在加油，但是加油的同时呢，油箱口突然起火了。那司机呢非常的慌乱之下，就拿着这个加油管到处的奔跑。正在这时呢，幸好工作人员是冲向加油机，拉下了加油枪的节门，并且进行了扑救，现场的明火被扑灭。无独有偶，近年全国各地都有加油站起火的事故发生。通过视频回看，我们发现每场事故都有一个相似点，火灾都是在加油过程中毫无征兆的瞬间爆发。经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事后调查分析认为，很可能是静电起火导致的火灾。那么毫不起眼的静电真的有如此大的威力可以引发火灾吗？我们将通过实验为您揭晓答案。其实去加油站加油，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是的，它怎么就会引发这个火灾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它就是静电造成的。静电，说到这个静电，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哈。像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头发会飞起来，甚至还有穿毛衣，然后天气也很干燥，这个穿脱毛衣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噼里啪啦的那个电的声音。对对对，这个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熟悉的静电哈。没错。但是真的没有想到静电还会引发起火灾，所以在这里想先请于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静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电呢？那么静电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静止的或者说是不流动的电荷，它会聚集在物体的表面。当它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如果它去接触一个跟它有电位差的物品的时候，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静电放电的现象。那静电它是如何引起火灾呢？我觉得它这个刚刚突发的那个新闻现场，它够这个燃烧的条件了吗？怎么就引起火灾了？那既然主持人提到了这个燃烧的条件，考一下主持人。好，来着。请问您觉得燃烧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燃烧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首先得有火源，然后要有这个易燃物，然后要有这个可燃物。除此之外呢，它还需要满足一定的量，这样才能够最终去引发火灾。那刚刚新闻当中发生的那件事件，哪个是引燃物呢？哪个是可燃物呢？可燃物呢，实际上就是加油站里普遍存在的这个汽油了。那么引发火灾的这个火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静电火花。哦，所以说在刚刚那个新闻里面是静电遇到了汽油，所以引发了这场火灾。对，没错。可见这个静电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那咱们赶紧来了解一下静电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静电产生的方式呢，其实主要有三种。哎，哪三种呢？一种呢是摩擦起电，还有一种是接触起电，另外还有感应起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静电感应产生的到底是什么现象。好的，科学求证，眼见为实，通过实验为您展现，将我们的实验道具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上。它叫什么名字呢，于老师？哎，它叫感应起电机。感应起电机。
静电感应起电机在两个塑料圆盘上粘贴了若干导电铝片，在圆盘旁边连接着铜丝，在圆盘转动过程中，铜丝接触铝片后产生了电荷，电荷通过悬空电刷进入莱顿瓶，并储存在其中。另外一端的圆盘也同样与铜丝摩擦后产生电荷，通过金属杆传送到莱顿瓶内，并储存在其中。若两个莱顿瓶极具不同种电荷，则两放电小球上就会被感应出不同种电荷，当两小球靠近时，就会因放电而产生电火花。我们来，他们是如何感应的？感应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哇，大家看到了吗？中间有一个电流一样的，中间有一个电流，而且声音其实非常的清楚了，可以让对，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声音了。是的，可以让收藏。好，现在呢，我们再调整一下，让它的这个电火花更加明显一些啊。距离远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是吗？我们可以看到。哇，是不是看到了？而且听到了噼里啪啦的，中间的电花已经形成了一条线，而且好像随着速度越来越快，好像那个电花产生的这个频率也更加的高啊。是的，它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聚集的电荷越来越多，所以它放电的现象呢就会非常的明显。哇，这太神奇了，大家喜欢吗？喜欢。啊，这个真的是，我可以来试一下吗？于老师可以来试一下，来我来操作一下哈。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轻巧哈，便捷，我觉得轻轻的摇动它就可以了，通过这样一个装置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清晰的就感受到我们这个静电产生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叫感应起电哈。通过静电感应起电机的演示，我们看到当静电聚集放电达到一定量级时，就会产生静电火花的现象。视频中，火灾发生前，车主都会触碰到油箱或加油枪。那么，为什么会在触碰的瞬间发生火灾呢？接触起电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起电的方式呢？哎，接触起电呢，实际上它需要有一个接触的过程。不过呢，它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带电的物体和一个不带电的物体之间相互接触，然后这个不带电的物体带上了静电，这样一来呢，才能够构成接触起电。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通过实验来让大家看到接触起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的，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上我们的实验道具，有请。这是个什么呢？哎，这个呢是一个静电棒。哦，静电棒。对，这个静电棒呢，我们可以按下上面的这个红色的按钮。嗯，红色的按钮。按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听到呢，它会有这个响声出来。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它在源源不断的去产生静电。啊、哦。这就是一个泡泡液。嗯，那接下来还看到有四根吸管。对。嗯，这根吸管好像是都包上了这个锡纸哈。对对对。为什么要包锡纸呢？哎，因为呢，我们包上锡纸是为了让它作为一个导体，这样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会让这个锡纸更容易的去带上静电，之后可以传递给这个泡泡液，这样呢泡泡也会带上电了。好的，那接下来这个实验如何操作，来交给于老师。首先呢，我们先来吹一个泡泡出来啊。好，于老师现在把电棒接触到了这个锡纸吸管的泡泡上。哇哇，让它往上，它就会往上，往下也可以。好厉害，是不是？我们先请于老师为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刚才要用这个电棒接触这个呢？因为这个电棒刚才我提到了啊，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去产生静电，所以呢，让它去接触这个带着锡纸的这个吸管之后呢，这个锡纸的吸管上面呢也会带上静电，泡泡带上的静电呢和这个静电棒的静电是同一种电荷。所以它们相互之间呢会有一个排斥的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比如我们在下面的话呢，它就往上，排斥就会往上。对啊，在左它就会往右。是的，没错。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
静电可以通过接触发生电子的转移，所以人在加油过程中接触油箱或加油枪会产生静电。但仅靠人体自带的电量就可以引发火灾吗？人体产生静电的方式又有哪些呢？那咱们刚刚看到新闻里那个引发火灾那种，它是什么样的方式起电呢？那么它实际上是下一种起电的方式，就是摩擦起电。摩擦起电能引发火灾吗？对，是的，我们还是来通过实验来看一下摩擦起电的现象吧。好的，通过实验来看一下摩擦起电到底有什么样的威力。科学求证，眼见为实，通过实验为您展现。来，有请我们的实验助手上我们的实验道具，有请。铝箔纸。一块儿，这是一个羊毛。羊毛，好，然后还有什么呢？然后还有一块这个塑料板。塑料板，好的，还有一盒，这个是什么球呢？这个呢是用聚苯乙烯的泡沫制成的一个小的泡沫球。那接下来这个实验我们怎么做呢？那么既然是这个摩擦起电的实验，当然有摩擦。不过呢，在摩擦之前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给这个泡沫小球啊做一个简单的处理。需要怎么做？来，于老师。我们可以先剪下一小片的铝箔纸，然后呢把这个小球包起来。包起来，把这个泡沫小球给它包起来。啊，这个简单。对，把这个泡沫小球呢变成了一个铝箔小球。铝箔小球给它加一层包装。那接下来我来帮你一起做好不好？好的。好，我们大概需要制作多少个，铝老师？我们大概制作8个就可以了吧。8个。好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加上这个铝箔纸？因为这个原因呢，其实跟刚才那个吸管上啊套上这个锡箔纸的原因呢，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铝箔纸呢，它是一个导体，所以作为导体的话呢，它就更容易去带上这种静电。那么刚才说，既然是摩擦起电，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摩擦的过程。是。所以呢，我们就用这块羊毛来去摩擦这个塑料板。这个摩擦过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摩擦的过程时间上呢，大概是在10秒钟左右就可以。10秒左右。力度呢？稍微的使一点劲儿，应该就可以了。好的。现在呢，我先把一个小球放上去，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好。怎么放不上去呢？大家是否看到了这个小球？是不是？它怎么一直在上面无法停住，是吧？有一个向外弹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们还可以再做一步啊，让这个实验变得更加精彩啊。下面呢，我们再用这个手指去接触这个小球。它完全这个接触不到它，它就跑开了。对，我们接触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个小球。好像是对一直在逃避，对，在躲避我们的手一样。一直在躲，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用羊毛来摩擦塑料板的过程当中呢，塑料板上带上了负电荷，然后我们用这个铝箔小球把它放在这个塑料板上。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铝箔呢，它是一个导体，所以它放在塑料板上之后呢，它也会因为受到这个接触啊，所以它也会带上同样的负电荷。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在放在上面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同种电荷相排斥的现象，所以呢它有时候放上去就会弹开的这种感觉，就会弹开的感觉啊。另外呢，我们人体呢实际上也是导体，所以用手指去接触这个小球的时候也会通过接触产生负电荷，也就是说这三者之间呢互相都是在排斥。那刚刚我们是用了包住这个铝箔纸的这个小球，如果不包它，它还能感受到这么强的静电量吗？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下。我们还是先拿这个羊毛来给它摩擦一下。还是大概10秒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好的，我直接就放上去哈。好，直接放吧。大家看到了吗？好像是也有在跑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包铝箔纸？它没有变成导体，依然会有这么强的这个电力呢？因为刚才我们用这个羊毛进行摩擦的过程当中呢，是产生了非常大的电荷量的，所以即便是用绝缘体放在这个板子上面，它在接触之后呢，也是会通过接触会产生一定的电量。所以如果我们用手再去接触，跟刚才是一样的，也是三者之间都会
带上同种的电荷。所以我们就可想而知，刚刚新闻里面这个发生的那个火灾的事件，为什么就是那么正常的一个动作就会引发起那样的火灾，就是因为这个摩擦起电的一个过程。对，哦，了解了，谢谢于老师，谢谢于老师。摩擦是人体产生静电的主要方式之一，大部分加油站因静电引发的火灾中，车主在加油前都会因为摩擦自己的衣物产生静电，当静电达到一定量后，接触金属产生电火花，从而引燃可燃物，导致火灾的发生。那么，如何增大摩擦产生的静电量呢？我们通过实验为您揭晓答案。但是我刚刚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的于老师在摩擦的时候用的是这个羊毛。对，啊，用的是羊毛。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羊毛来摩擦？如果换别的材质呢？换成别的材质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呢，只要这两种物质在摩擦的这两种物质之间呢，它的这个束缚电子的能力不同，就可以产生这种带电的现象。啊，然后失去电子的一方呢，它会带上正电荷。而得到电子的一方呢，就会带上负电荷。好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依然在实验当中见分晓。科学求证，眼见为实，通过实验为您展现。有请我们的这个科学助手，将我们的这个道具移步到舞台上。这个呢是一个金属板，然后在它底下呢有一个塑料板。那么我们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想要证明一下不同的材质在经过摩擦之后产生的电量是不一样的。嗯，好，那我们分别选了哪几种来测试呢？好，首先我们看到上一次实验用到的这块羊毛我们还保留了，然后这一块呢就是一个人造纤维啊，它是以涤纶为主的一块人造纤维。嗯，然后这一块呢是一个纯棉的布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纯棉的毛巾。于老师选择的这三种材质都算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啊，就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可能就是纯棉的，或者就是、这个、或者是有这个人造纤维的、啊、对，人造纤维的，或者是毛衣啊，带毛衣之类的。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来测试呢？好，这个实验呢就是静电飞花的实验。好，静电飞花。我们首先呢是要把这个纸花，嗯，撒在这个金属板上面。是很多种颜色哦，要先把它撒在上面。对，然后呢尽量的让它均匀一些。嗯，好，我们先用羊毛来摩擦这个塑料板。我们就统一的摩擦20下，好不好？好的。嗯，大家帮他数一下好吗？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好的，现在呢我们摩擦完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金属板放在这个塑料板上面、嗯、然后呢我们看这上面呢它是有几个螺丝。对，这上面有几个螺丝、哎、我们要尽量的多接触几颗螺丝。哦，好，哦，我好像已经感受到刚刚听到了一点点电流的声音。对，有一个啪的一声。是的，对，嗯，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呢就非常重要了。现在呢我们要让这个金属板离开这个塑料板，把它抬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来，3 2 1，走你。哇，真的飞起来了。这是羊毛的一个飞起来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人造纤维啊，有人造纤维为主的这个人造纤维的布料。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好，看看、这个、还是重复刚才的这个操作啊。好，先接触上来，看看有人造纤维的这个材质，对，会飞成什么样子。好，来把金属板举起来，举起来。哇，好漂亮啊。还能第二轮还能吗？再试试第二轮啊。来，我们试试第二轮，走。哇，这个几乎是和这个羊毛表面上看着是差不太多的，对不对？相对来说区别不是那么大啊。对，我们再用纯棉的测试一下。 好吧，纯棉来测试最后一个材质。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好，好，到来看纯棉的这个静电飞花会飞多高呢？亲爱的朋友，一起来期待一下。来，二，走，走你。哇，
好像他那个手上还有这个引力哈，来再走，哇，还可以弹钢琴一样的感觉。但其实通过这个实验啊，我觉得看到的这三个材质，羊毛啊，还有这个人造纤维以及纯棉这三个材质，并不能那么准确地感受到它们里面的含有这个静电这个量到底有多少。是的，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非常具体的数据让大家来看到的？哎，那我们就要用到一个仪器，专业的仪器，就是静电场测试仪。我们可以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把它打开。好。打开之后呢，我们还是来重复一个摩擦的步骤。好，首先呢还是用羊毛啊，那么这一回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尽量公平一些。啊，公平，一定要公平。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计时器给它计一个时，大概把时间呢都固定在10秒钟。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羊毛啊，对，羊毛，计时10秒钟的时间，于老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计时，开始。好，6秒钟了，5秒钟，时间过得很快。2、1，时间到。好，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羊毛上面它的数据是多少啊？好。好，我们这个红点对准它之后，可以看到，现在测出来的一个数据大概是2.8千伏，这个是它静电场的一个电压。下面呢，我们用这个人造纤维的这个布料。好的，预备，开始。好，已经过去6秒钟了，5、4、3、2、1，时间到。现在呢，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数据啊。哎，我们看到呢，大概是1.5千伏这样的一个数据。好嘞。所以后面呢，还有一种布料，就是这个纯棉的布料，对。预备，开始。纯棉会是多少呢？时间，马上。3、2、1，时间到，是多少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是只有0.06千伏这样的一个数据。哇，所以我们的数据出来了，我们的羊毛含有的这个静电场的一个电压，静电场电压值是2.8千伏。是的。纤维是人造纤维是1.5千伏。这个棉纯棉的是只有0.06千伏，只有0.06千伏，所以这个数据再次说明了纯棉的纯棉它这个防静电的效果是最好的哈。最后我们有一个终极实验，那接下来我们最后的终极实验马上为大家展现。通过测量棉布、纤维、羊毛三种布料摩擦后的带电量，我们发现不同材质摩擦后产生的电量差异性极大。那么静电真的能引发火灾吗？我们必须通过一次模拟实验来眼见为实。为了保证室内安全，我们以酒精替代汽油作为可燃物，以静电感应起电机产生的静电火花来模拟人体接触油箱或加油枪时产生的静电火花。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个装置？它叫什么名字？静电感应器，对不对？我们给它稍微的改装了一下，让它的这个尖端放电的部位是冲外的。接下来要怎么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酒精给它倒在这个盆里面。我们用这个量桶呢，大概它是一个20毫升的一个量桶啊，我们大概倒3次，就是60毫升左右的量。好，这是一次。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哈，所以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它能否成功。它是一个常温状态下的酒精，是，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点燃。通过实验为您展现，摇动这个起电器。好，感受到了一个火花是确实出现了哈，但是好像这个酒精并没有真正的点燃，是吧？对，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想让这个物体点燃呢，最好是能够点燃它的气体，因为气体比液体是要更容易点燃的。嗯，而现在我们这个盆里呢，全都是酒精的液体，哦，所以可能呢，点起来呢还是会困难一些。哦，是因为它是液体没有气体。是的。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使用静电火花是无法直接点燃酒精的。我们知道汽油易挥发，那么如果对酒精进行加热，使酒精分子以一定浓度挥发在空气中，此时再接触静电产生的静电火花，
能否着火呢？我们将通过实验眼见为实。因为刚刚在那个新闻当中，其实于老师也又一直在说，它是有一定的温度的限制的，对，是要有一定温度的。然后温度、气体它要融合在一起，加上火源，就会容易起火。是的，了解了。好，现在这里头酒精有一些已经沸腾的感觉了。啊，它已经超过了70度。现在我们再来重复刚才的实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酒精点燃。加温过后的酒精能否点燃成功吗？我现在要开始转了。开始。哇，开始冒烟了。哦，哇！好，现在我们赶快用这个灭火毯把这个火给它灭一下啊！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这个用专业的这个灭火罩给它灭掉啊！哇，但是刚刚这一刻真的成功了，是不是？所以，加温后的酒精成功点燃了。在给它加热之后呢，酒精达到了沸点，所以呢，它挥发出了一些气体啊。这样呢，我们再去点燃这个酒精气体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嗯，所以呢，一个小小的静电火花就可以把这个酒精把它点燃了。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静电，平时我们真的会忽视的静电，如果不注意，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里要请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去除静电的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是有的了。嗯，我们去除静电呢，主要可以采取这么几种方式啊。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们可以提高这个物品的一个湿度，比如可以往上面喷一点水。嗯，啊，这样呢，它湿度提高了之后呢，导电性能也就提高。嗯，所以可以把静电导走。另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金属的小物品呢去接触一下这些带静电的物体，这样同样是可以把电导走。另外呢，如果我们人身体啊，你觉得自己可能刚才接触了一些物体之后可能有静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摸一下墙面，这样的话会把我们身上的静电呢通过这个墙面导入大地，这样呢也是可以去去除静电的。嗯，好的，这个于老师给大家说的去除静电小妙招大家记住了吗？谢谢于老师，非常感谢于老师，让我们了解到了静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电，以及它的产生的方式，以及不同的材质它的产生的这个静电的电压值到底是多少，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好的去选择，更好的去避免因为静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险，好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再次感谢于老师，谢谢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咱们现场的小朋友们参与。与所有液体燃烧一样，酒精燃烧的实质是其液体表面挥发出来的气体在燃烧，而不是酒精液体本身燃烧。因此，通过加热使得环境温度增高，其挥发性也就越强，遇到点火源越容易引燃。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再次真心的感谢我们于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实验啊，非常感谢。那更多精彩，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实验现场，我们下期再见。